200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上海。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那条街道，回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那幢老房子。记得小时候，在那里住了六七家的人家，有很多的邻居家的孩子在一起玩。我经常在这个窗户看对面邻居家的女孩，后来在这个门口跟她第一次约会，听说她现在仍然住在这里，有了自己的家庭。没有人能告诉我更多的关于她的事情。其实在这条街上，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让你感觉到她生活里发生过许多的故事，只是你根本不知道而已。也许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故事。城隍庙，按照西方人喜好建立起来的老上海的街道，让我想起为拍电影搭建的布景。它满足了一种梦想，东方的梦想。说实话，这梦想确实很美丽，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不像是在上海。高架道可以帮助你穿过整个城市，帮助你通向另一个地方，通向有水的地方。这里的西方的建筑已经成为这座东方城市的标志和历史。你还可以看见用夜晚灯光搭建起来的繁荣和辉煌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这里不像是在上海，但这里是上海。隧道可以把你带到这座城市的彼岸，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它到达另一个上海。
看的。也许这些镜头会令许多人不快，但这是真实的，就像几分钟以前你们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街道一样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局部的真实。在一个下午，我拍到了这一些，我把它留在了影片里，仅此而已。它不能说明任何事情。我的摄影机的画面就这么大，不可能包容全部，就像一部电影。所以你可以相信它，因为它发生在我摄影机面前。同时你也可以不相信它，因为在摄影机以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。所以摄影机有时候会被拒绝，会被禁止，这很正常，因为它会拍下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。哎，你不要跑了好吧。当然你也可以拍一些允许拍摄的东西，你可以到南浦大桥的上面去，那里是允许拍摄的，你可以从高处看上海。可能你以为你看见了上海的全部，可是很可惜，这不是全部。所以我宁愿在平地看上海，宁愿在一个普通的街口用我的摄影机对准过路的这些人，看他们的脸，看他们的表情。我不想关掉我的摄影机，我想一直拍下去，因为也许这才是上海。
拍什么呢？啊！你拍什么呢？啊！坐！别拍！坐！那是一个清晨，在上海，我发现我躺在一处废墟的角落，我面前是一些起早的人们，他们可能不是上海人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里是上海。2000年冬天的这个早晨，在上海，这个女孩子面对我的摄影机，那表情，那眼神让我难忘。我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样，就像上海。可是我真的挺喜欢她的，没有原因，就像我喜欢上海，没有原因。